小爱同学，我在。什么是阴茎？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怎么办？保持微笑。小爱同学，在。什么是新北市？新北市，台湾省六直辖市之一，隶属台湾岛屿北端，全境环绕台北市。东北和三面环绕台湾省基隆市，东南临台湾省宜兰。